爱校长啊。哇哦！中山国小毕业快乐！耶！爱校长啊！哇哦！水库体育署申请了开放水域的运动计划，所以我们邀请了我们中区开放水域运动中心的勤益科大在他们的协助之下，我们举办的。我们今年度所有中山国小六年级来分别来到日月潭以及今天来到庆安水道学习 SUP 立桨的课程。那我们让我们的学生在毕业前夕里面可以来到水域从事休闲活动，从事运动。那我们特别今年有规划了颁发毕业证书，我们让孩子们我们六年级的毕业生来到庆安水道来学习立桨，那我们立桨成功，能够勇敢的克服困难，那我们会颁发毕业证书，代表中山国小的孩子能够不畏艰难在毕业的前夕里面学习怎么样运动，怎么样克服挫折。